你讲会快啲喎，等我回一回下先。 OK， 肯定一到咗連霸腰啦，食個早餐先啦。下室後面咧都有好多嘢食，係啲冇開咁啊，全部三條一，就喺度食啦，不嬲都喺度食啦，因為出面就有得放腳車，有拖坑坑可以睇到。本來咧我係諗住踩到去 more rip 嘅，但係咧有啲事發生咗。 我又唔想再增加我噶，需要冇呢个险咯，唔需要搏咯，费事依家真系再爆胎嘅话就翻唔到嚟啦，又要 call grab 啊啲咁嘅嘢。嗰度又有人爆胎啊，惊裂笔，踩脚车哦，呢样嘢我避免唔到啊。 铺晒呢啲全部咁样嘅砖头咯，之前系全部嗰啲黄泥嚟噶，仲喺度铺紧啊！佢哋应该系成条路都铺晒咯。 我唔係爛啊，只不過我唔想再冒呢個險啊！一再爆胎就好慘啊！唉，又冇帶到 patch kit 我，第日咧最低限度都係帶 patch kit。如果踩比較遠嗰啲咧，應該兩條丟一個 patch kit， 咁啊穩陣。OK， 翻到嚟馬咪廠啊 ，USJ 啦。所以總體嚟講咧，呢個胎咧係好踩嘅，點都好踩我嗰個 Grand Sport Racer。 覺得比較舒服啊，快唔快就我覺得我做一個 group ride 啊，先知佢呢個 rolling resistance 好唔好啲。跟住配埋呢個 TPU 嘅 inner tube 啦 ，plastic tube 啦，感覺上我只係行緊30啦，真係好輕腳就可以去到啦，可以 maintain 住啦30，係啦，唔係好快啦，但係感覺到真係輕啲咯。 但系真系可惜，可能你太过薄，咁我前面又爆胎啦。唉，点解起唔爆晒两条呢？等我死心啊嘛，证明咗我呢个系天煞孤星嚟噶，唔可以用贵胎。唉，我行边度咧？入边。我觉得啦，用一个用呢种嘅胶啦。
真係有少少分別嘅，配埋呢啲咁樣嘅 high performance 底啦，咩牌子都好啦，總之 high performance 配埋一個好嘅 inner tube 係會輕啲嘅。我冇揀到行你哦，你 dex tube 咧，因為佢全部都好似42或者40几 mm 個 wav， 應該唔夠長咯、啊。但我又唔想加嗰只，加嗰個頭加長，所以我直頭攞依個，因為依個佢有分開40、40、60、80啊。都係比較方便啦，對我嚟講，我都係試嘅啫嘛。如果呢個唔啱，咪用你 Dex 啊，係咪？冇永久噶嘛。雖然係唔知邊度穿窿啊，我只話試咗嚟打風我，又可以 hold 住喎。可能係好慢啊，留得好細啊嗰個窿。所以我翻到去睇試下補唔補到咯。如果補到就再用翻啦。如果補唔到就唉算啦，或者試你 Dex 啲咯。睇落去好似個輪好似有拔墩啲咯，呢個 tank more 啊，但係好易拉閘。如果勤力使應該唔會拉閘。如果補唔到啊，冇咗咯，試下你。今日踩都冇十幾 K 就爆咗，希望補到啦。OK 啦，今集就到呢度啦，棄唔到怨，因為冇帶到多 spare tip 出嚟，都再試下咯，下個星期。因為我打算踩耐嘅，喺一場就。長褲全部都著長的。 OK 啦，今集就到呢度啦，下次再見啦。可能 weekday 睇邊度，睇邊一日得閒嘅我就出咯，唔需要等 weekend 啦。weekend 太耐咗六日啦，唉。OK， 拜拜。爆胎喎，唉，第一日啦，第一日。一落地就爆胎了。